四关，第四大关。我现在找找看出口在哪吧。这地图变好大。还有上下两层，三层。太高了吧，出口在这里。好，一定你昨天说模组都一样，作者很难过，赶快偷偷改大了。真的吗？那还真是。哇，还真是佛心作者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刀片好可怕。我鬼打墙，太疲劳，不关。
是乖乖的绕路吧。边，哦，这边啊，DLY， 莫名其妙好玩，玩的怎么样啊？这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玩啊。说变了，没有错。昨天偷偷的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哦，还是丢上面，走一层，再走一层。差我一关啊！哇哦！不要说了，羊的欲望我们都懂。怎么我的什么欲望 ？Excuse me， 什么欲望啊？怎么没有底线的？可以把它推下来的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给。是我要推楼上的十，上面的可以卡住，放得好。高一层。这边推下去。
跳下去，跳，再跳。过关。对，我玩的是 R12 版的。怎么蛮疗愈的？是 M 吗？给个机会啊！走走，这次硬行。我跳，再跳。再跳，跳，可以可以，这一定行。这个就好了。
要过关啦。Nice 哦，气死我！从零开始的公口羊，气死我！啊！哈！怎么你笑了？呜呜呜呜呜呜！二，从零开始的插旗实况。二，哈，二，哈，心态炸裂。那你这是要我一直玩到这一关的我的心情是如何呢？我好歹也玩了三十几关啦，不对，我已经玩了44关啦。44啦。再来一次，不是从一开始记。对啊，一不是第一关就是10小关，现在4就是44，没有错啊。益智解谜非常不擅长，这个半夜玩，我觉得头会痛痛的。继续推吧。这样子让我看了好恐惧。
哦天哪，这个位置看了好恐惧，怕怕怕怕。感觉跳上去就掉下来了欸。啊，我想到我用这一块来补一下。推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就这样，把它固定住，把它固定住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推。试试看好。
啊，我推。又是推。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气死我了！呜呜呜！想踢，继续推，好，继续推。推，推不过去吗？啊！再打一个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，差没差？先这样看，好像有一种白费力气的感觉，这样多花许多没有必要的功夫。
的确，白费了好多没有必要功夫，重来。浪费两个跳。舒服啊，我伤心，我伤心。好。到底该怎么跳上去呢？等我发现，好，我好像知道怎么过了，好像知道了。这样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要过关啦！等等，等等，看到了没？
透明的陷阱。当心。OK， 我们上来了。这一块踢爆巨石的力量，手铐应该算不了什么。对，也是哎、欸，这样一说。再来，关键的地方啊。仙女教母给的魔法物理鞋，我想说，我觉得仙女教母应该也可以再变出破坏手铐的东西才对。过来了。
跳跃次数不知道够不够哎、欸，担心。八了，卡在这里哦。各位，四只八了。和年和月可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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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要有信心啊！跳上去啊！末日来临啊！太子，你过关了没？你不是说你离我关卡很近吗？大家要有信心，我会努力过关的，我会努力过关的。这次关，机关。四只脚了，过了，仙杜瑞拉，是仙杜瑞拉吗？我们遇到后母了，各位。母亲大人，救救我，仙杜瑞拉！如何，仙杜瑞拉？反正又不是亲生母亲，是坏心肠的后母吧？我不知道。那个，我到目前为止所作所为，
都是正确的吗？自己的事还是得自己决定，但别太勉强自己就是了。先杜瑞拉。晚安，晚安，要睡觉了，晚安啊。我这一场再悲剧，我就来抽奖，气死我了。感谢雪人大大。
解锁真结局。反正逃走了，快追快追。哎呀可就差一点了。不，来不及了。到此为止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老老实实回牢里去吧。我不是犯人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放过我好吗？求求你们。别说笑了，明天就要审判你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次日，真是个傻女孩，昨晚居然试图逃狱，这不就是畏罪逃亡吗？试图的图是不是错字啊？多亏你这么做，让大家不得不相信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如何？还想辩解吗？作为暗杀国王的小姑娘，你赢了。你要怎么处置我都可以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啊。这样啊，为什么你如此执着于家人呢？家人不都是像我父王那般蛮横无理麻烦的家伙吗？你自己看看你自己，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，想必也是被家人欺负了吧。跟那种事没有关系，家人就是家人，请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哎，真是伟大的情操啊，小姑娘，你难道没有想过杀人那些欺负你的家人吗？一次都没有？还是说自己做了什么连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事，才会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呢？那一段记忆哦，原来哇，这个才不是那样，你不要乱说。我看你也和我一样吧，不，比起我你反而更加可悲。那些将你束缚的枷锁并非你手腕上的镣。这后面绝对有本本，不要骗我。什么本本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于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不断的谴责自己。对了，那天发生的事大家都死了，是我亲手杀了家人的这个事实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是我杀了所有的人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我再也承受不了，请救救我。应得的惩罚。次日，士兵将仙杜瑞拉押解到处刑场。犯人仙杜瑞拉对于你所犯下的过错是否认罪？是的，我认罪。那么，愿上帝赦免你的灵魂。接着，仙杜瑞拉被处决。哈，那我拯救那些家人，不就都是我的幻想家人吗？虽然身体被
镣铐所束缚的那颗心和他的灵魂，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感的枷锁中获得解放。What？ 这个是真结局吗？那不，这是悲剧吧？这其实是 bad ending 吧？这个。假的，你的家人业障重。哦不，原来我前面救的都是我的幻想家人吗？所以我们这几天到底在干嘛？不多说了，等本本。怎么等本本？教母一开始就讲要救人就会被吊。哦对耶，原来教母已经知道仙杜瑞拉的未来了。醒醒吧，你没有家人。哦不，好难过。凶手是教母，教母是共犯吗？再买一股教母，太可怕啦！教母好黑哦。二代，看看情况，我才不是什么凶手嘞！你看到出来的还是一脸问号。